1月17日，伊能静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儿子拍摄杂志的动态，并配文：“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他。”伊能静还晒出了哈利的受访内容，哈利首次回应了自己曾多次穿女装带来的争议，引发网友关注。哈利坦言自己在穿着上非常情绪化，一件衣服的解读不应该超过对人本身的解读。我喜欢穿什么完全取决于我当天的状态，不希望有了某一种打扮就有了对人的一种设定，相反希望更多人看到他的精神层面而不是外在。伊能静回应称，我从不觉得你特立独行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恰恰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意义。伊能静不像绝大部分父母一样责怪孩子，而是尊重孩子的想法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在伊能静看来，他给儿子足够的自由，让他活出自己的人生，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去否定他。如今哈利才19岁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希望他能一直勇敢做自己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